今天我们的小状元满月了，今天是他满月的日子，一下子感觉他就长大了，也会叫了，感觉也活泼了，你看他的牙齿都已经长齐了。咱们狗舍的唯一一条独生子，也是一个奇迹。那么大的阿拉斯加就剩下这一只，如果当时怀孕，就是怀了三四只，我估计早对他做了绝育手术了。就因为怀了一只没看出来，偷偷的就把他给生下了，生下以后就起名，给他起名叫状元，相当于高中状元嘛，因为像奇迹一般的，偷偷的就生下这么一只小可爱，老喜欢叫了。力气又大，你看，去玩吧。看我们的小状元，今天刚满月，就学会了拆东西。爸爸是哈士奇，妈妈是阿拉斯加，双血统的拆家技能都交给了他。刚才在那啃了一顿手机，啃不动，玩累了，坐在这睡觉。又要找东西去玩了，有数据系啊，能可能他都想下下手，先把拆家的本领学会，先学拆家的本领，可爱吧？你咋那么可爱？刚满月你就先学拆家的本领，其他的本领先扔一边，我先把拆家的本领学会，是吧？先给你拆个家看看。不然你以为我是串串？反应那么厉害啊，那么强大，可不可爱？你看他那个小尾巴摇的，小状元，看，能听懂他的名字，一叫那个尾巴摇的特别厉害。这是在我书床上，因为我书的床垫比较干净一点，比我的床垫干净。所以就放到了我叔叔床上，大家不用担心他拉屎拉尿，他如果拉屎拉尿的话他会叫的，一叫的话就是证明他要拉屎拉尿了，跟个小熊似的，一模一样，跟个小熊肥嘟嘟的。我去，那个你也啃，你能把那个啃得动啊？那是个铁的，铁围栏你也能啃得动啊？拆家拆的过分了啊！哎呀，拆的过分了啊！啃骨头呢？回来了，休息会儿。歇息会儿哈，香吗？是比吃妈妈的奶香，奶香奶香的。小状元，你爷爷来看你了。你妈不要你了，你妈出去吵架去了。你看到她的头是个火字头，就剩下一只独苗，独生子，等了两天了，不会再生了。毛发好瘦溜啊，肯定能长成一个大胖小子。然后我把一个就是床垫给他拿过来，这样就暖和了。小状元。
这个是我们基地的阿拉斯加跟哈士奇剩下的独生子，就剩下这么一个宝贝，当时根本就没有发现他怀孕，偷偷的生下了一只狗，是只公的，看他的眼睛，爸爸是哈士奇，妈妈是阿拉斯加，然后把他自己养得肥肥胖胖的。这是他出生的第19天，就是来去自如，跟着他妈妈老是在房子里面跑来跑去。我每天都会给他拍一张照片，见证他长大的时刻。你们说这该叫什么品种呢？妈妈是阿拉斯加，爸爸是哈士奇，生下这么个小宝贝，小宝贝该是什么品种呢？是阿拉斯加还是哈士奇？别打架！你是阿拉斯加还是哈士奇？大家都可以说一下，它是什么品种？阿拉斯加跟哈士奇的结晶。你是谁？为何坐在这里发呆？看着你妈妈跟着我跑啦，跟我亲近，你是不是心里面吃醋啦？哎呀，你还咬我，你再咬我一个试试。你咋这么厉害呀、小脾气？你的小脾气咋这么厉害呀？哎，你这么小就会叫了，还呜呜的叫。这是他满月睡觉的样子，玩累了，刚才啃东西可能玩得太累了，先睡一会儿，睡醒了继续玩。大肥爪子，大肥头，咦，你咋醒了啊？再睡会儿，再睡会儿，再睡会儿，没事，一会儿回送你回去见妈妈。咦咦咦，好空啊！对，睡会儿，多睡会儿。好了，睡着了。